唔係自己屋企都可以整到好靚嘅雞，係咪豉油雞？唔係，係乾葱有擺豉油、蠔油、薑、煮雞，因為呢度啲原料有限，所以整咗成隻雞焗咗出嚟，用慢火。 用好似電飯煲原理，用薑、呢個葱頭墊底，咁就搵啲老抽啊、蠔油啊、鹽啊、少少糖啊撈咗佢，咁就慢火吸住佢，慢慢慢慢碌，然後淋汁上去，覺得唔 OK 啊？兩隻雞翼已經俾我偷食咗啦，睇唔睇到？咁啊，煮食係試味㗎，啱唔啱先？ 咁兩隻雞翼咧就已經俾我偷食咗啦，係咪好咧？嗱，所以做人咧，即係煮飯嗰個咧就唔可以刻薄自己嘅，我就煮咗雞，一間咧就整咗個沙律，今日就好健康嘅，嗱你睇睇雞沙律，仲有。 炒青菜，系咁多嘢啦。今日就系咁先啦，因为得我老公、我心抱同埋个细孙四个人食啫。大嗰啲咧晏啲放学，夜妈妈先放学嘅，翻嚟再煮过。你话做阿嫲做得几有成功感咧，系咪先？多谢大家。